丰富明亮的色彩加上图案的设计，彩弄后巷会墙壁，看起来整个场域更加的宽阔干净。这里是新北市板桥区新埔里里长陈芷婷所推动的社区后巷彩绘，透过艺术图画的方式改变了旧有环境。我们这次介绍我们新埔里38巷，每个巷弄呢我们都有在做彩绘。那你刚刚看到呢，我们的彩绘这次的主轴是以现代都市的一个为主轴，就是比较先进，然后比较感觉比较活泼。后巷弄位彩绘前几乎是所有居民的印象都不是太好，经过陈芷婷里长推动巷弄彩绘后，可以说整个大改观，充满艺术气息的墙面绘画给了新埔里不一样的感觉，比较创新一点的。那所以说从38巷走进来会有一个未来都市的感觉，那所有乡亲们看到有点焕然一新，让大家觉得视野会更好。新埔里靠近新埔捷运站附近，周边可以说是繁荣热闹的地方。透过彩绘后巷弄的整体改造，不仅对居民来说是一个社区营造的成果，相信让经过这一带的市民朋友也能够留下一个极好的印象。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。